相遇和我爱。现在我盘息在心里，如你在心比我的心又冲断了爱的光彩。有了你的爱，我的心又沉醉在爱的世界。来宾，有今天的大来宾哦，真正是大大来宾，多大？全世界的人，拢买赢哦，这有较罕，全台湾的人拢买赢，是是是，而且因为现在有一个真厉害的称号叫做“强力姐弟”，让我们欢迎苗可力、陈志强。耶呼！美人姐好，学姐好，美人姐，学弟好，好好好。啊，你是要拍什么戏呀？哦，对不起，这是我的新的节目。嘿、hey, ，阿姐万岁！在三立台湾台，每个礼拜一、礼拜二晚上10:30。嗯，你不是做会拍戏，是做会主持节目。我想这是足奇妙的。我稳定哦，想讲我甲可丽姐，我主持人快拍戏拍到大汉，我总总算讲有机会。所以大家人拢安尼，我甲苍倩嘛是安尼。是是是，是哦是哦，无紧无紧。我第一想讲，有一天会当甲可丽姐做会演戏，做会拍。结果到今摆拢无机会，拢无。结果第一届甲伊合作就是主持阿姐万岁。你两个卖演过戏啊？唔慢呢，所以慢啦。但我觉得应该也快了啦，哈。快了。先主持完再一起演戏更有默契。而且我们这个。节目其实我刚刚讲的愿望是想跟他一起演戏，但我们节目的特色，就是我们每一集里面都会有一个短剧哦，小短剧啊，好久没有看到这样子的节目了，而且又是喜剧，对，这都很好玩。短剧的内容是因为爱给家己特别修吗？我们每一集就照着主题，比如说今天是讲姐弟，我们就想一个姐弟的喜剧的剧情，大概一分半两分钟。今天如果是祖孙呢？祖孙哪都没演啊嘛，阿妈是个阿爷阿公，阿姨我在讲，我是在里面的角色是不设限的。晚上十点半哦，就是看完这个八点档可以天到结束，然后我们就看阿姐万岁。啊，所以一个礼拜只有两天，只有两天，所以一定要以后可能会变一个礼拜会五天呢，不一定的。哇，很好。啊，你其他的节目时间啊，我掉。啊，你这句话出来，人其他的时间的人都坐咧等。哎，所以可丽姐可以说是从八点就一路看到十一点。对啊，我都看未先啊，对啊，那是吃未先，我看未先，所以我看三点钟哦，看三点外钟。哎，我跟你讲哈，你来我跳未先，跟他宣传尔哈，你玩这歌唱节目呢？今天唱这首歌，就想说，如果只是唱休假，请你和我爱，对啊，啊，就平常时拢徛咧遐休假，不好意思，你请你和我爱，这跟我那节目都无同款，因为我们节目有短剧，有剧情，所以我也塞了一个剧情在歌中剧，歌中剧会有小小的。当然，我演个少女，不是阿嬷啦。对对对，是女力演。小姐啊，小姐，哎呀，就一小姐，啊，今晚再唱无？哎噻哎噻，好，来，掌声欢迎他们。熟悉实在不应该，我爱在心里，不敢讲出来，不敢让人知。你想看卖，你想看卖，我对你怎样关怀？你的心意我也不是完全不了解。小姐，你请你予我爱。现在我歹势在心内，有你在身边，我的心就充满了爱的光彩。有了你的爱，我的心就沉醉在爱的世界。有你在身边，我的心就充满了爱的光彩。Ooh,
心，就沉醉在爱的世界。耶、yeah, 谢谢凯莉姐。